当六朵僵尸拥有100万血量，哪个组合可以击败他们？组合一200个小猫咪，组合二2发全屏的和平菇，组合三100个机枪射手加一个火炬树桩，组合四一株神秘植物。看来给你支持的小队加油打气吧，买定离手啦，扣一扣二扣三扣四。加油，打工人！死我的，放心，我是最快的，我是最快的。真香，哎呀。